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一下家里的 modem 它在工作时候的温度。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外表的温度呢是达到40多度啊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中间呢是很高的温度，测量一下它的温度，中间的这个温度呢最高可以达到52度啊。那么我们去看一下上面这颗 modem， 同样的外表也是达到40多度，中心点也是非常的热，可以达到51度啊，这就是家里 modem 工作的温度了。